嗨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然后我来到我故乡家里的大庙金东殿金堂殿来祈福。那因为刚好今年这个金堂殿呢又逢到岁次是子年，所以呢这个子午卯酉的年份呢都会有这个祝酒的活动，还会有烧王船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后面，你看非常壮观哈，这个是搭起了整个教坛，在今年这个岁次庚子年来这个祝酒哈。就是这个是三年对，三年一盖牛科，三年一次的香科哈。好，那现在我要准备呢过七星平安桥。今年尤其是因为有坐轿的活动哈，所以呢这个平安桥特别的这个要怎么讲，特别的豪华，看起来特别的。感觉更庄严肃穆，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先来。好。为平安桥。阿哥需要点一个平安桥。谢谢。你是这样。救助的人犯太岁，救大的人对上太岁，救好救家的人天上太岁，再来点太岁经消灾灾。好，谢谢。OK， 摸掉红酒今年刚好是庚子年，庚子年，萧郎牛科啊，萧郎本来是平埔族语啊，对，那是我们嘉里镇的旧称哈，对对啊，给大家来看到。那现在呢，我要来这个参加王船的平安灯每灯1000元，就是他会带着我们的所有的灾厄呢，一起跟着王船把他送走。嗯，好。好，安定坡嘛是差不多的呀。
二十四尊十七个较头啊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大家新年快乐，旺旺旺，发财，发财，挂在王船上面。把你的名字贴在上面呐。挂在挂在王船上，挂在那个王船上面。那个王船是在那边的，知道吗？这边是个王船。这边就是这回建教的王船哈，这个叫王船啊，它有一个特别的仪式，要先采取那个木头，还择日，然后建教完成就要送王船，就叫王船给送给游天河。哦，对对对，游天河 ，OK。所以我们的斋节就跟着一起对送走了。OK， 好，上面这个 OK， 对，这是就是王船，中间有这个王令，上面的摆的是王令。啊，下边有七彩灯啊，对，它就是七星灯，过七星桥，刚刚我就过了七星桥，对 ，OK， 好 ，OK， 新年快乐，好，新年快乐，好 ，OK。